我是 YYC、我是派康2012和2013年的主席。哇哇，已经十年了，十周年的派康，其实在当初是不大能想象的事情。与其说有什么原因要办这个，不如说这好像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年办派康，我在晚上会办夜市啊，一些机器啊、设备啊，或者是一些 demo 啊，拿出来给大家看，而且吃吃喝喝非常愉快，表演各种各样的才艺，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享受在这样子的活动。台湾的 Python 社群是办得非常精致、非常用心的，所以它是一个一直往上的过程，就是我们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热爱好者，那整个技术啊、整个社群都有很好的发展。我希望能够把那个哇，旁边都是写 Python 的人的这种感觉、这种感动，能够跟我们很多朋友分享。PyCon台湾2023，欢迎你来参加。